金门特产除了高粱酒、贡糖、菜刀之外，牛肉也是极负盛名。金门牛采用天然放牧，以高粱酒酒糟饲养，金门牛肉的品质与澳洲或美国牛相当，口感更胜松板牛，所以来金门没有吃酒糟牛你就亏大了。推荐金门全牛料理餐厅金门牛家庄，人数够多的话直接来套全牛大餐，人少的话点个牛肉面、牛肉水饺，同样能感受金门牛肉的魅力。绝对必点的是酸白菜炒牛肉，酸白菜也是金门的特产之一，搭配酒糟牛绝对让你胃口大开。温体雪花涮牛肉也是这里的招牌，新鲜现宰的金门牛肉搭配姜丝清汤，粉嫩入口。红烧牛肉面或牛杂面的汤头风味香醇，口感绝佳，与众不同。金门牛家庄是在地人非常推崇的餐馆，有包厢，用餐时间前来人少有机会并桌，人多的话一定要定位。